手游酷玩。沼泽派对第三章第十六关，这一关的怪物非常的多呀，而且非常的杂，多种多样的怪物，他们需要多种多样的武器，光靠最初的第一把的霰弹枪已经不可能完成了，这把枪已经升到满级了。这怪物非常的之多呀，自爆兵，咱们用冰箱给它冰住。这个蚊子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去，还有核弹，这么多蚊子。我去，这个弩箭可以啊，一枪破铁桶。这关已经没有鳄鱼出动了，这个鳄鱼不像以前特别的好打。好的，给了我们一个血豹。我去，这一群铁桶怪是非常的多啊。没有血了，我们现在还好，我们有一颗这个自保的药啊。如果没血的话，可以把它加满。这也是一个蚊子里边应该是，但这个走路动作也不像是蚊子。好的，我们这个自保药启动了。好，就这一大批的这个自爆，咱们把这个火焰喷射器全用了，烧啊！又是一群这个铁桶怪啊，还有大批的这个蚊子。喜欢看咱们视频的朋友们呢，请关注手游酷玩。慢慢的清理剩最后的那几个兵啊。最后的这个应该是自爆怪啊，好的，我们加满血，自爆了，果然是过关。